林大，叫孟总裁，多谢您嘞，叫把时间来参加我婚礼搞到了嘞，来来来来，明请，好，叫孟总裁，来，请，多谢，哎，高大叔长，啊，请问高大叔长，你会选今日结婚，敢是有啥物特别意义吗？那是当然有啊，阮帝王饭店啊，是一间比富贵饭店设备搁较新。这主题更有内容的豪华饭店，我爱把我的婚礼选择在正式开幕这一天啊。最主要，我就是希望会当有一个好的开始，搁再创造一个啊新时代高峰。各位，稍来就要拜托您嘞，安尼多多替阮帝王饭店宣传，好。哎，您若是想要翕相啊，您就尽量翕，把阮帝王饭店介绍搁较侪人知影，予大家拢会当来阮帝王饭店享受上好的服务。来，爹哋，你平常时是上无爱参加这种喜酒摊，今日奈专门来。其实拜福我一个做代表就会使啊，已经予高俊生真大个面子啊，之前也无需要来。报告啊，你来看高俊生这个人。高俊生这个人，外表看起来敢若真谨慎。不过出手的时机甲伊的表现，真正拢伫倒边。伫个饭店业受着疫情影响，高俊生顶多开袂来饭店，就干阿一点，我就感觉无简单。哦，安怎讲？我认为经营市场上困难的所在，就是别人恐惧我贪婪。像这种有赚钱的机会，唔是每一个人拢有得把握。不过这点高俊生伊做会到，而且佫唔惊见笑，叫记者来采访。来新城话题，借助新饭店的曝光度，真正不简单。你分析了真好，伊确实是一个真够赚钱的生意人。爹哋，咱也突然间对高俊生这么有兴趣，你感觉伊是咱的敌人还是朋友？老哥，伫生意上只有钱才是真正的朋友，咱无真正的朋友。我不真正丢脸，刘总裁，我当司令，马哥，啊，多谢多谢，啊，你半时间来参加我的婚礼，搞到老热啦，是讲哦，我特别感谢您，您百福集团把这间饭店卖给我，啊，你直接手，我就会当开始试营运赚钱，我可以当家己婚礼，第家己饭店举行，真正多谢。高董事长，你真够好个呢！唔呐，结婚，搁有新的饭店开幕，而且我听讲福建哦，已经有新啦。哦，你员工是哦，三喜临门，你真照顾。刘总裁，你消息真灵通呢。无唔对啦，今仔日除了我的婚礼以外，我搁挑工啊，想要照着这个新闻的话题啊，豪华宣传帝王饭店。我另外搁有安排啊，即空拍机甲记者即现场连线。就是要让大家对帝王饭店有一个特别的印象，做一个，第二个这地名都跑出去。哇，高董事长，你真足厉害呢！知影记者来这问一寡八卦，你要利用这个机会哦，替你饭店做宣传，免费广告呢。啊，你真正出事哦，就是来做生意的哦。阿哥，还讲好我者啊？在，高董事长，恭喜你。会当有百福集团的总裁，还有 CEO 来给我祝福，这真正是我一世人啊上大的荣幸啦！来，等一下，好，来来。安尼就好啊！哦，多谢。啊，你先休困一下哈。嗯。你才是今仔日的最佳女主角，吼！你真正哦，足水的呢。我若是查甫人，我绝对甲你拍起来。那呢，我今妈妈想带你去私奔。哎呦，开玩笑的啦！咱若私奔哦，都有两个好的查甫人，心就要碎去啊呢。那是较好心啊，做淡薄工程。金玉姐。是讲婚礼是毋是足麻烦啊？我看你甲只好培养甲，黑眼圈呢。
嗯，阮哦办婚礼已经是上简单啊啦，上忝的哦，搁毋是这个代志呢，是时代意见。明明是两个人的代志啦，啊结果时代哦意见哦，就变成两个家族的代志安尼，真正是足麻烦的。那我这句话就简单些啊，阮找你干哪一个时代就是阮爸爸，只要我欢喜、快乐、幸福，那呢，伊绝对无第二句的。如比，我感觉有一道粉红光，啪，啪在你的身躯顶。哦吼，讲真实了，你跟阿邦是不是嘛紧啊？啊？无啦，啊，这是嘛？伊今嘛规条心拢伫个事业顶头，伊连我甲伊啥都唔知影，无得靠伊，佫会袂记你时间。哇，阿邦这样很不 OK。感谢我家家好，替你干啥子？免啦免啦，我无介准备。免歹势好不？两个人有互相依赖，就莫阁又来又去啊。我教你，你哦，得甲骗去房间，电话甲关起来，甲扑倒，甲伊讲哦，我一定会付钱，安尼就解决啦。所以你就是用这招安尼给扑倒。我是还袂试车过啦，要么讲等一下就要交车，因翁就当试车检验车，一概完成。试车？啊，不过你，你买新车哦？陆碧，阿邦讲要找你，讲要讲迄新车的代志啦。哦哦，伊拄则讲你买新车哦，讲要试车。婚礼要怎进行啊？你莫听伊胡白乱讲啦，无什么车啦，无什么车啦。我先去保养。好好好好。哎，我咧讲个啥无正经个代志？哪有啊？我只是甲伊讲，我真期待因阿妹试车。哦。我足期待呢。要唔好，交车哦，特别当欢会哦。知呀。那对啦，恁爸敢会看袂看？我相信勇哥啦，伊绝对管会过。勇哥，我看人去哦，来了差不多安尼，阿爸伊。哎呦，啊，不是你用牵手啊，你是着急啥？你太贱了。有只，你伫个到即马，我无。无啥物话要甲我讲，我拄只拢给问啊。交的。